中午好哦，大家午安。一开始，然后就有垃圾车。我刚刚在犹豫要不要打开。我刚刚在犹豫要不要等垃圾车走再开播。午安，大家。中午好，中午好。除夕快乐！有什么愿望吗？有什么愿望？不知道。谢谢 Wilson 的极速浪漫车。我昨天四点才睡。皆さん、こんにちは。怀念的垃圾车。对啊，他怎么这个时间刚好我要开的时候他就来了。谢谢刘小行程推的 I love you， 完成手了。我昨天四点睡，有人要猜我昨天在干嘛。今天帮忙准备偷吃黏黏，没有准备，我没有偷吃。影片辛苦了，你睡吧，马上开播。我睡到十点半，等飞机没有啊？没有等飞机。昨天应该是在剪影片，不是在剪影片。午安，新年快乐，新年快乐。中午好，中午好。看泰国演出也不是。我昨天在学魔术方块。我从十二点转到四点。午安大家，午安，レイチ大好き，ありがとう。我从十二点就想说去，就是看一下那个公式，然后我就开始转，然后转一转就四点了，转一转就四点了。无聊的时候，对啊，我那时候是觉得我还蛮无聊的，我就坐到电脑桌前就开始转。可是我觉得我靠运气。谢谢玫瑰。有转完吗？我有转完啊，可是还蛮多次就是转错然后就重来，转完就四点了，因为我转很多次。谢谢亚瓦卡的新之冠。Hello 大家，谢谢曾胜文的为你守候，谢谢小海狸的为你守候，谢谢卡丘的皇冠。就是我刚刚开播前转了一次，好险我没有睡醒就忘记。谢谢新之冠，谢谢西西。今天聊什么？今天聊这个吧。成就感很高，成就感很高。我觉得不打算追求快，我放弃什么一分钟，我有三分钟就很好了。今天不是爆料吗？我等等，晚一点再爆。史努比呢？史努比在床上。60秒内解一波，不行。不行，这个我觉得我没有那个余力。谢谢小千的新之冠。生日会不会让我？不会啦，这样大家都很难抢到福利。谢谢林玉峰的 I love you。
ネジ大好き、ありがとう。开心，谢谢 CYC 的新之冠，今天好多皇冠呢，为什么？为什么？怎么知道我？我刚刚看到头贴，所以认出来。谢谢 Yuna 的皇冠，皇冠的日文怎么讲？玩者越来越快，真的吗？可是我觉得我没有办法，因为我怎么转，我转第一个步骤就花一分钟，是手速的问题吗？谢谢大家的皇冠，谢谢两光的皇冠，是礼物吗？签到礼物，那我怎么没有签到礼物？今天背包礼物是皇冠，真的吗？啊，为什么我没有？安安大家，谢谢安度的新之冠，谢谢大家的枫叶和阳光。我昨天半夜转这个，我一开始学的时候觉得头很痛。谢谢柔君的新之冠。所以我昨天转完的时候，我就发了一个限时动态。谢谢 Wilson 的新之冠。因为想说就趁都没有人在的时候，然后发现实动态。谢谢阿红的新之冠。要一边聊一边转吗？可以啊，可是对啊，我不追求快。谢谢渐渐的新之冠，背半天边转边背。欧刚欧刚，谢谢 NDJR 的新之冠。现在是想要打败平衡，我没有要打败平衡，我只是想要就是学魔术方块。怎么转一分钟？我觉得很厉害。谢谢吉米州的新之冠。好难过，为什么我怎么转就是要六分钟、五分钟起跳。谢谢大家的礼物，好难哦！垃圾车好吵。对啊，它很久哎，我本来想说等它走了我再开，果然还是不要等它走。谢谢伊卡的新之冠，对，很久才这样，真的吗？转得出来吗？我转得出来啊，可是我需要超长的时间，超长的时间。这个实在太难了，我不行。一分钟左右手 LB 了。其实我不知道我学的公式是叫什么名字，所以应该我也不知道。靠路边的房间和外面的，对啊，外面讲话都听得到啊，困扰。噔噔噔，空看五六分。我刚刚在开播前的时候，因为时间有点赶，所以我很吵的转完了魔术方块。你直播对面也听得到吗？听不到，听不到。我把窗户关起来。最近有看什么电影吗？最近没有看什么电影。谢谢 Okami 的爱的抱抱。对啊，我都不知道我昨天到底怎么转出来的。我觉得转出来是个奇迹。谢谢好多的枫叶，谢谢枫叶。推荐的书单吗？为什么要问一个不喜欢读书的人书单？我想应该是没有。不期不待就会有奇迹。对啊，完全不期待我可以转出来。你看影片转出来的？对啊，我看 YouTube 的那个人家教的那个，然后坐在电脑前坐了很久。动画清单吗？动画清单，很久没看。我现在知道的动画都是不是新番了，
旧番，老旧的番，变得越来越可爱。谢谢大家的礼物。上网看公式转先转习惯，对，我是先看人家教，然后再慢慢研究。好难哦，魔术方块是那么难的东西吗？去哪里了？找不到。今天没转出来，不下播。好，我应该两个小时转得出来。好像爱上你，真的吗？谢谢草莓酱。理科强吗？理科不强，不强。我那个堕落，数学堕落。怎么办？我不知道。嗯，会不会又播四小时？不会啊，相信我不会播四个小时。谢谢大家的爱豆，谢谢大家的好多枫叶。要这么快放弃数学？啊，我没有放弃，我只是嘴上说放弃，我还是会考试还是会看的。新的一年要勇往直前。大家知道年夜饭都吃什么吗？大家已经知道年夜饭吃什么了？谢谢。什么？喝牛奶？考试办起还是有分数？对啊，用猜的嘛。等下好像放弃数学，火锅吧？真的吗？我也不知道。口红颜色好好看，是纯蜜，是口红加透明的纯蜜。谢谢不再想的新之冠，谢谢亚麻卡的猪猪。我觉得这个不是可以一边开直播玩的东西，我觉得好困难。我现在转到哪里？问号。不要涂口红，唇面比较可爱。可能会亮亮的感觉吗？没有干干的感觉。谢谢下课的枫叶，好多枫叶。招牌蝴蝶泉有点不习惯，我想说两天都绑一样的，你们应该腻了，所以不要。年夜饭不知道吃什么，我也不知道吃什么。希望我今天要跑两家，所以我可以吃到两家的年夜饭。啊嘞！熟能生巧，真的吗？明天会是马尾吗？明天我好像没有开。哎，明天我有开吗？明天有吧。看一下，明天有4点到6点。忘记了。谢谢枫叶。背景刚刚也在贴海报春联，大家都贴，大家都是买现成的春联吗？还是大家都会自己写？哎呀。哎呦，又下了。现成的春联，大家应该不会，就是每年然后都自己写，然后自己贴。今天有拜拜吗？有，我刚刚被叫醒去拜拜。明天有播，对，有播，明天有播。谢谢望三的新之冠。会自己写，真的吗？我的话都是我妈在写。
什么那么，我已经转到放弃讲话，放弃对话。年夜菜也是妈妈煮吗？对，对，是她煮的，每年都是她煮。会画春联吗？对啊，这个就是用画的嘛，这不是叫写春联啊。对啊，直播有个好处就是你不用去帮忙，你不用去帮忙。为什么要跟魔术方块对话？因为我说过我就是玩一个东西，我会碎碎念，我会碎碎念，超级碎碎念。家里的年夜饭都是你煮的，真的吗？好厉害，不会煮饭，不会煮饭，不会煮饭的人。哎呦，障碍，人生障碍。等一下，今天有自我介绍，我还没自我介绍。我现在我问号，我卡住了。接下来要干什么来着？等一下，没关系，你也可以帮忙吃饭，然后我帮忙就是不要剩太多菜这样。那你为什么？对啊，为什么那么难呢？他怎么就是那么难懂？哎，现在是要做什么来着？又好难哦！我刚刚忘记我在装什么了。等等等等，太，怎么办？我可以这样就好了吗？就剩这里。今天有吃橘子吗？今天有橘子，可是我还没吃。碎念。怎么办？我不想，因为我每次坐到这边，然后我就会就是全部乱掉，然后就重来，我就重来。你们的组合每一个都在这里直播吗？对啊，大家都有固定，大家都有时间，都有在我们的官方脸书上公布时间表，可以去看，或是去追踪他们。一天一橘子嘛，一天一水果。黄色是完成的。大家也可以学一下，我发现这个只要4个小时就会了。谢谢下课的带你去流浪。去哪里流浪？今天是新年，去哪里流浪？右下左上，嘿。嘿，然后红色、蓝色，这个吗？应该吧。怎么那么难呢？然后，上。12月生日会有大学，但已经弃聊了。真的吗？大家有成功？哎，好像没有人成功，对不对？那这样有奖品吗？大家？去了有奖品吗？啊！睁开了！哇，好开心哦！哇，好神奇哦！魔术方块是个神奇的发明。神奇的发明，我完全不知道我怎么转开的，但是它成功了。哇，好吧，我刚刚我也不知道我在转什么。耶，我转开了。之前高中整个年级都在转。对啊，我国中的时候我们班整个人每个人都在转，然后我就不会转。Man of the bird， 那是什么公式的名字吗？我觉得，真的很难。好美，好漂亮，谢谢。
你一定是天才。好，那我先自我介绍吧。转来转去只有一面，可以跟皮卡丘 PK。我没有要跟他 PK， 我会被他电，我会被他电。我是跟他比较，就是在这里这样。真的，一分钟内转得出来就还你，好困难。中午好，我先自我介绍。十万伏特不是，我是说不是那种店。对，好，先自我介绍。大家好，我是 AKB48 TP 的研究生林云星，今年17岁，可以叫我林云星或是01，然后可以追踪我的 IG。今天的企划是整魔术方块。对，祝大家新年快乐！我明天下午4点一样会直播哦，麻烦大家多帮我推广一下。爆料吗？爆料吗？就是，随时间流失，它自然会出来。谢谢新之冠。今天不是爆料吗？今天就是要有一点那个嘛，伏笔。我们不能透露，我们要最后一刻，途中的时候突然讲。Hello， 大家。皆さんこんにちは。明けましておめでとう。私は AKB48TP の研究生林雄心です。レイジで呼んでください。今年17歳です。台湾のギラン人です。インスタフォローよろしくお願いします。谢谢新之冠。新之冠。谢谢大家的礼物。こんにちは。こんにちは。昨天说了一下马友，对啊，他帮我取了一个绰号。他帮我取了一个绰号叫雷琪琪。爆自己的料比较不会伤感情。自己的料吗？我昨天爆很多，我昨天爆很多我的料。除夕快乐，谢谢阳光。发言字数上有上限，不能打长长的定期。林雨欣，林雨欣。是那个是英文的念法。谢谢曾胜文的为你守候。不是说要爆雨林的料吗？我昨天讲了，他拿走我的卡，然后不还我。知道，非常说你像马雨吗？我知道。自爆断奶粉的时间有啊，国小一年级。有没有教主的料可以爆？我想想哦，教主的料。可是那个有点就是好吧，我可以讲啊，我等一下再讲好了。怎么是史努比？你要问我妈她画的。猪年，她可能其实是猪。雨林是偷卡贼。对啊，她明明捡到她不还我，她还骗我。她骗我说我放在哪里。感谢您昨天看了你的现实，一直跟你推销战队吗？他有推销过，可是我没有理他。
思雨的料吗？思雨的料有什么？就是他玩手游的时候总是很激动，对，很激动的那种。有看到美美的截图吗？我有看到哦，我有看到，我有看到。爆杰星，杰星吗？杰星的料，杰星的料，杰星有一只巧虎，长得非常的可怕。我那好像是他那个那种嘛，大家都会有的，从小到大都有的一个娃娃，我觉得他好可怕。怎么个激动方式模仿下来？我不行，我模仿不来。超激动，他要跺脚，跺脚，然后整个地板都会震动的那种，那种激动。家的巧虎是那种小的吗？那种嘛，手偶可以动的那种，被你踩烂的那个。我没有踩烂它，我只是踩到它。走失了，真的吗？走失了。你拿走什么卡？就是公司的卡，公司给我的卡，然后我不能弄丢，踩到然后就烂了，没有烂好不好？谁有笑杰星穿八加九外套？什么八加九外套？那我知道是什么。门禁卡不是门禁卡，巧虎跟小花的手偶，我家没有手偶，我家都是大型的娃娃，大型的娃娃。订阅巧虎书本，谢谢枫叶。我觉得我现在看到魔术方块就有种想睡觉的感觉。嘿，大型娃娃抱起来舒服，对啊，这个很舒服。就，你喜欢哪一款深血针？你说，深血针吗？我喜欢圣诞节的，然后跟勇往直前单曲里面的深血针，跟樱花瓣里面的深血针，其他我还好。只是早上被叫起来拜拜没睡到，没有，是魔术方块的错，都是魔术方块的错。可以练四乘四，我不行，我先想办法把它练快的。谢谢米粉的心之冠，可是小恶魔吗？我觉得还好，那就不用买。旗袍可以买一下，因为可以指定，所以大家要指定，大家要指定我。大家买了谁的？大家有买谁的吗？有抽到 B 盘呢？对啊，我妈抽到两套，我妈抽到整整的两个版本。分解来不及了，已经截止了，真的吗？真的截止了。业配太慢，好吧，那就下一次了。下一次是什么？下一次是什么？我告诉你们，小迪的语录的，为了爽，为了爽，拜拜。情人节吧。星梦计划是什么？什么星梦计划？为什么我的名字在上面？抢劫林一抱着熊熊的图，你要截吗？
吃饭了吗？林一还没吃饭。林一不饿，最近不饿，为了那个围炉年夜饭，所以要就是空出一点位。其他走 ，Hello， 谢谢新之冠。是要抢品涵的角色吗？我没有要抢他的角色啊，因为我没办法一分钟以内啊，我最短也是三分钟而已。谢谢陈宇的心之冠。那是个活动系统提醒你人气排名掉一名哦，我以为那个是要参加什么活动，然后我是不是参加什么奇怪的活动？你是宜兰人。宜兰人遇到就要追踪，就是要追踪，谢谢追踪，可以追踪我的 IG。 这是什么熊啊？这是什么熊？就是普通的熊。我在日本买的，在日本买回来，跟史努比一起从日本回来的。跟妈妈一起准备年夜饭吗？应该会，然后我就要回去我另外一个家，然后再回来这个家。新之冠丢太多，你直接超过一些该活动的主播哦，所以新之冠应该是他们活动的礼物嘛，是吗？谢谢马吉雷斯卡的新之冠，谢谢朱里恩的新之冠。看林一的 IG 天天都是双马尾日，如果你们腻了的话，我可以改一下这样。你们腻了的话可以改一下。头上有皇冠，好可爱！我今天头上超多皇冠，每日任务要40个，真的吗？我刚刚几个我没有算，我没有算。刚更新易上榜，真的吗？我现在在第几？想看钱吗？喂，呵呵，为什么你榜啊？你榜啊？大家会看的。你的招牌不会腻，真的吗？大家不会腻？我怎么觉得还蛮腻的？看久了就没有那个感觉。谢谢雪碧儿妞妞的新之冠。新梦大概更新一小时。我发现我昨天凌晨的时候看浪直播，我的浪花好像变多了，不知道为什么。现在是潜力榜第四，真的吗？做了什么事？我刚做了什么事？星梦计划排第五位，真的吗？谢谢大家，谢谢大家，谢谢那个是什么？谁？谢谢星之冠，谢谢小杰的星之冠。因为我们丢礼物给你，然后回馈你身上吗？应该不是，应该不会直接换吧？每天签到，那应该是我签到，然后看直播有浪花。我很认真在看大家的直播欸。这次开到几点？不告诉你。通常都是两个小时。虽然我说不告诉你，还是会知道。每日签到会送一点点。对啊，有时候还会有礼物，然后我就拿去丢给大家，然后就超多，我就直接是等级就这样往上，说不定比其他粉丝还要高。我应该是那个认真的粉丝，都会看到你。I love you， 谢谢。啊，下降，宜兰是晴天，
是阴天，阴天，但是没有下，就是快下雨的感觉。Tesky， 各台抢红包，对啊，我都去各台抢红包。所以日文最强的是谁？诗雨或阿 K 吧，杰明，杰明。丢礼物有中奖，对，我有中奖过，乘十倍，我丢枫叶然后乘十倍。台南是晴天，对啊，宜兰真的是天天就不是阴天就是下雨。回馈给主播，真的吗？谢谢新之冠。阿贝桑，阿贝桑是日本人，不算在范围内吧。谢谢大家的皇冠，发了大鱼特报，真的吗？我怎么没有看？我没有看。请 SS， 为何被称作零一？因为呢，说来话长，就是我以前有一个绰号叫做零樱，樱花的樱，然后我取了一个谐音，就是零一，因为我想说，有的人的绰号都可以翻成数字，所以我试着念看看，然后就觉得很像零一，然后我就从此以后就叫零一。然后零一可以再延伸出很多个绰号，因为每个国家的语言不太一样。ペイチは日本語の曲を歌えますか？歌えますよ。でも歌わないです。为什么叫零一？因为我姓林，然后我以前就是很喜欢日本的樱花，啊，所以就取了一个这个名字。现在我同学都叫我林音，因为那个我的 LINE 上面也叫林音，因为我想说就算了，不要改。谢谢枫叶。对，我没有进度我现在在干嘛？嘟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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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谢谢谢谢皇冠，因为鱼腥两个字念太快，所以叫音。真的吗？鱼腥念太快会叫音吗？应该不会吧。边讲边心虚，因为很就是从零音这个起点是一个很奇怪的，很奇怪，没有意义，没有意义，没有意义的零音这样。谢谢枫叶，谢谢杰的枫叶。我昨天在跟别人聊声优的话题，我昨天也聊了很久。下播六点多，我就开始跟人家聊声优，然后就开始看妈妈。刚开始是因为中二病爆发，台言时代的绰号，台言时代我就有那个绰号，但是我没有零一，那个时候只有零音这个绰号。超像的，嘻嘻，你不是染成粉红色的头发了吗？有猫咪，对啊，在这里，猫咪。零音，对。嘟嘟嘟嘟嘟嘟嘟。你到底为什么都知道？就是听说的，对，消息广，我消息很广，我有广大的那个卧底。监视中，对啊，我都有看大家的，都有注意你们。
像是那个威尔松，不行，威尔松不行，我已经放弃他了。这些人都好可怕，对啊，大家都是很会找的，所以大家要小心，大家要小心。挑你没看的台说，真的吗？我都有好好看啊，我都有好好看。猜着他吧，我很好奇，我因为我很久以前猜过一次。你现在还会去看推特吗？我还会去看推特啊，我最近都有在看。#很正常，很正常，很正常。你不要变得跟教主一样，你现在跟教主差不多。推特也能标灵异哦，可以标类级或是我的真名林雨欣，不能拆穿。阿文的妹妹，秘密都在推特被看光光。对啊，昨日レイジと先輩たち撮った写真見たよ。そう、昨日の何時？夜アップした。赶快整理推特吧。我有看，我有看。还好没有玩推特，西西就是专注于在现实动态方面上。跟海外团介绍都用哪个名字？都用类级，都是类级。但是我发现好像讲真名会比较好记的样子，讲真名他们好像比较好。推特只是看不发文，我也是只是看，私人状态就不会被看，可以啊，然后就会渐渐的被遗忘，这样渐渐的被遗忘，因为看不到。谢谢金佑带我去日本旅行，只有对上海队，对，只有对上海队跟日本。团的大家是用日文跟中文沟通，在台湾很久。对啊，我是台湾人。没关系啊，可以，我没有逼迫你们。渐渐被遗忘，不是那个渐渐，变真可爱。谢谢信维。没有说英文吗？英文的话就是简单的单字啊，因为我不会。SH 不是念起来卡卡的，累积零一，限动要设置，不然会被成员看光。对啊，会被看光光，被遗忘，不是我遗忘，你是其他人理解错误，是大家理解错误。谢谢亚马卡的招财猫。腹黑监控系偶像，腹黑不是雨林吗？不是我啊。腹黑是雨林，不是我。咪哟，雨林真的腹黑。是不是只比日本团好一点？还是有英文好的人？只是我是英文超烂的那种。雨林是偷卡偶像，他
太多属性你们无法分辨。你们可以统整一下大家的属性，再讨论一下。你吃饭了吗？我还没吃饭。我想说我现在还不饿。林一是傲娇系，我不是。你有被雨林亲过吗？我觉得应该是有，印象中应该是有。那你的英文能力碾压全场，我觉得是那个他们的队长比较会讲英文，但是其他人好像也不太会讲英文。吻魔系。印象有，因为可能太混乱。雨林太厉害，雨林都随便亲，不是英文官方语言吗？不知道啊，因为其实我觉得还蛮多听不太懂的人。那你有跟萨多内聊到吗？有啊，我有跟他聊到话。你傲娇，大家跟着傲娇，大家哪有傲娇？会文烂是倒数几，就是大家其实还蛮多会，应该是语。好像是雨林没错，他就是很常去找大家。你应该是放弃魔术方块了，没有，我慢慢的在转。在某些前面谁都不说谁了。嘻嘻，傲娇，傲娇，嘻嘻。啊，原来还在转，那不是玩而已吗？对啊，我在玩啊。你应该只有监视位上一个人。对啊，他说是神推，但是我不太相信。他的自我介绍还写目前。现在神推这样。Aki 大喊是绿芽联盟吗？对啊，不行，算了。看过我对你傲娇了吗？我没有说啊，我是跟着大家说的。弟弟今天也正常发挥，对啊，大家真的是，大家都没有固定的。大好き、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。固定的，福气可以加入告白角。我忘记我刚刚转到哪里了，好可怕哦！我觉得我要GG了，不要来挖墙角，不要来挖墙角。谢谢 Dasky， 谢谢盛文，谢谢 Freddy， 渐渐被林一遗忘的我，
乔伊，我记得你。有固定的，但是为什么没有固定呢？他没有固定，他没有固定。我的那个固定班底应该只有早葵。我的早葵抢魔方王的宝座没有，我只是学一个那个成就感，学一个成就感。谢谢林果的玫瑰，谢谢信伟的麦克风，谢谢枫叶。教主零一双神推，谢谢小易。你一推一波推起来，你丢我的护照，丢我的护照，不行。要我也来当固定班底吗？西西吗？西西要来吗？先推你，谢谢陈幼莹。双神推来就不，双神推来就不，不要不要改，不要改就好，不要改就可以接受。可是魏又松有改，所以不行。只比去泰国打卡看你，我知道我知道。本来推是要看来该转推了，谢谢盛文。多神推，也在意太久了。开玩笑的，开玩笑的，没有认真，我没有认真，没有认真。开玩笑的，不要不要太在意。教主会收留他，你在推表排名有上升一点了，真的吗？谢谢卡丘。多神推多单推等于滴滴，可是神推还是有分等级的嘛。柔君，谢谢柔君。一直都神推你，说的话我都不得不在意，因为魏松，好舒压，对啊，这个很舒压哎，这个转很快的声音很舒压，大家新年都很。都没事做吗？今天有想好要去看谁的直播吗？真理家里，真理家里，炒面，炒面 ，Hello Ice， 这样握手券很难分配。对啊，握手券很难分配，不然你要买个50张这样。你有要回家过年？我现在在我家，然后我等一下要回去我另外一个家。先去找我爸，然后再回来找我妈。魔方的 S 嘛，对啊，很疗愈耶，这个声音。你有拿到红包吗？还没拿到红包，双神推而已，还好还好，西西越来越多了，赶场力。阳光福袋可以开，阳光福袋是什么？另一个家也在宜兰，对啊，都在宜兰。什么福袋？啊，是左上角那个福袋吗？姐也会转魔方，我昨天凌晨学的。谢谢家养的
心之冠，我一直念成皇冠，皇之冠。正在学。我昨天12点，然后花了大概3个多小时学魔术方块。谢谢爱死的心之冠，一直追你，我没有追你啊，没有。因为晚上就学起来，不是因为我太闲了，在家这个寒假什么事都没有做，所以要有一个值得纪念的事情，所以又到4点睡。对啊，他让我4点睡，所以以后想要熬夜的时候就转魔术方块。你吐槽音不是，我不是。把阳光转人气质，寒假作业写起来。寒假作业只有阅读心得，当然开学再写。开学要怎么写阅读心得？被偶像工作耽误的魔方天才。我下次也是学溜溜球。可是我小时候玩的时候他都打结，是我有障碍。要阅读什么？我要阅读什么？就找个比较那种嘛，比较励志的书，这样比较好写心得。通常都是这样。阅读你们的 SNS， 你们没有那个号码，就是没有书名，你们可以出书，然后就可以写。超灵异的作业，示范一下溜溜球。多写几分借同学抄。不要写这个，写那个不会变聪明，不写那个不会变笨，真的相信我。这个寒假都没事做，我上个寒假好像在拼拼图，上个暑假在拼拼图，上个寒假应该也是在拼拼图。会扯铃就会溜溜球，真的吗？我有想过要学扯铃，它可以丢上去然后接住那种，可是那个有办法自己学吗？那个有办法自己学，而且在室内的话应该学不起来。这么喜欢玩拼图，我喜欢拼图那种一千片之类的，500片之类的，然后就大概3天，然后窝在家里，然后开始拼图。林依晨林应该会打结，扯铃会打结吗？应该不会吧。台湾溜溜球会急速暴增，应该不会。扯铃不难，可是不能在室内练，可能会打到天花板，然后就有一个洞这样。溜溜球的话，室内应该可以练。想学的太多，对啊，我要学口琴，买个纯黑或纯白的拼图可以玩超久，可是那种拼图通常都很贵。想要待在家又可以做的事，对啊。学乐器不错，对，我想说学口琴，因为之前妈妈有在演唱会表演过，我就觉得口琴是个很好的一个选择。煮乐高，可是煮乐高还要买乐高。双白口琴吹起来很酷啊！对啊，口琴很酷耶，可以学空气陶笛。
这个在台湾可以用吗？简单方便站，对啊，方便携带、方便学的那种。乐高不说话，踩到很痛，真的很痛，尤其是用力踩的时候。那个偶像好像不错，我有想要学，可是还没买，还没买。还有什么？那个吗？我之前有拿剑玉，我有想说把它练会，这样唱一唱就吹起来。可是口琴是不是要适合那种乡村的那种，比较适合那种音乐？用力去踩，对吧？不是啊，就是有时候走路嘛，走路踩到还好，但是你跑的时候踩到就是很痛。去年红白，对啊，我看那个我超紧张的，那个剑玉，超厉害的，就感觉他的那个声音很配那种乡村音乐。地方飞奔，不是，就是以前就是那个以前家里客厅就小孩子在玩，所以就满地上的乐高，你就踩到就真的超痛。红白现在那个梦里海，我记得他去年好像失败，所以今年我在想那个那个超压力超大，他如果失手感觉回后台会被打的那种感觉。我在家里看红白，就超厉害。对啊，100多少？100，还有那个金氏世界纪录的人，他们的那个时候有剑玉神人在表演，真的吗？没有看到，我只知道我们动漫展的时候后面有一个摊位，就是正前方有一个那个广告板。上面是那叫什么阴阳师的广告，然后那个角色是妈妈配音的。中午好大家，1个小时欸，好快。重点是妈妈。果然看到的还是妈妈，没有。时间小偷，再自介一次，好，我慢慢讲。我每次都不知道自我介绍到底要讲什么。谢谢，我来签到。今天又厨开关被打开了，一直都打开着。嗨。大家好，我是 AKB48 Team TP 的研究生林于心，可以叫我 Lady 或是01，今年17岁，是台湾人，住在宜兰，可以追踪我的 IG， 现在的目标是朝10000人迈进，希望可以赶快突破，希望二单之前。可以破10000，希望二单之前可以破10000。然后明天下午4点也会直播，欢迎大家来看，祝大家新年快乐。对，同时是动漫宅也是偶像宅，我是声优宅，反正就是一个宅。新年快乐！年夜饭，但是所以是今天要撑到12点。期待红包拿到多少？我希望有10000块，有10000块。多按几次追踪好了，不行，你要多帮我推广，就是
就是分享分享出去，一万很多，就是大家很大家集起来有一万块这样，应该没有子萱子萱他爷爷包的大包，子萱爷爷包的大包没有没有没有那么夸张，立马下单周边吗？不会啦，我红包都有存起来，我去年的红包还在我的存折里。对啊，子萱爷爷那个才叫大包，我的是全部加起来有一万就好。再给林毅爷爷压力吗？没有给他压力。一万全拿去买公野大叔，我没有没有做这种奢侈的事情，没有做这种奢侈的事情。最近是想要买新的 exciting 的演唱会的 DVD， 如果有机会的话，有机会去日本的话比较便宜再买吧。那你都买，我都买日常生活用品。喜欢花泽香菜丁公你会吗？喜欢啊，这两个女生又是我算是比较了解的女生哟。红包一万左右，谢谢贵族玫瑰。对啊，妈妈，我期待你的红包，我期待你的红包。DVD 有很贵吗？演唱会 DVD 其实就是大概1000块。1000块以上，可是台湾卖很贵，台湾都卖很贵，所以去日本买比较便宜，不然就是等它就是稍微下降，不然就去日本捡二手。你妈怕？没有，昨天有跟他讨论一下，昨天有跟他讨论一下。他昨天在就是在想，他包红包就是没有100块，所以他昨天出去买东西的时候用1000块跟人家找钱，我就说你就直接拿1000块包就好啦，就不用找了。谢谢阳光。没有100的红包，没有，最少是200块。DVD 还是蓝光，我应该是买 DVD， 因为我家没有可以播蓝光的，没有播蓝光的东西，所以我买 DVD， 因为我去年上2017年的时候，买那个 Mixing 的演唱会，我是在日本买的，但是我买蓝光，所以我到现在我还没看。我到现在还没看，还没看，所以他现在是完好的状态，因为蓝光所以播不出来。但是我买后来买了 Loveling， 就是2018的演唱会，是我买 DVD， 所以我看完了 PS4， 现在都变 BD， 真的吗？PS4 不是游戏机吗？它可以播。电脑不知道可以播蓝光，有的电脑可以播蓝光，但是我家的只能播 DVD。有的会，如果放进去会坏掉，会坏掉，变粉丝业配。对啊，粉丝业配。为了特点买的吗？就是留作纪念啊，因为他有收入台湾厂的，所以我买了蓝光，因为他价钱一样，所以我买了蓝光。但是后面我就觉得不能播的话好像没什么意义，我觉得 DVD 跟蓝光的画质其实差不多，因为我家的电脑萤幕其实没有那么高画质，所以不影响我看。我刚刚只有用中文自我介绍。有日本人吗？
买蓝光可是不能直播，不能啊、哦，不能播。对啊，买蓝光可是不能播，只好连电视都换。拿压岁钱去买蓝光播放器，我有想说。可以读蓝光 DVD 的东西。我的妈呀，演唱会蓝光也从来没看过，有时候都很害怕，就是你一播完的话就坏掉了，就再也不见了。你是偶像吗？对，是 AKB48 的台湾的姐妹团，我们叫 Team TP， 在台北为据点，活动中。すごい。日本人ですか？日本人ですか？欢迎追踪我的 IG。 はい。こんにちは。私は AKB48 Teen TP の研究生林雄心です。レイジで呼んでください。レイジ、レイジで呼んでください。今年17歳です。台湾のギランに住んでいます、インスタフォローよろしくお願いします。はい、明日も生配信するのでぜひ見てください。よろしくお願いします。有特别喜欢的颜色吗？其实都还蛮喜欢的。对啊，其实红 彩色里面彩色都喜欢，红色、橘色、黄色、蓝色、绿色、白色、黑色、粉红色都很喜欢。这发型很可爱，谢谢。明年就会上各大综艺节目。应援色是粉红色加那种薄荷绿。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是薄荷绿，但是就是薄荷绿。用过就知，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。分享直播间，嘿，从刚刚就一直拿着。应援色不是彩虹吗？彩，因为我不是搞不太懂应援色跟那个色是差在哪里，但是就是彩色，粉红加薄荷绿或彩色。后面的成年好可爱，是我妈写的，我妈画的。她说我昨天只有亮相三秒，所以她不开心，所以她把它贴上去。之前光南遇过两个版本的海报都有送，太广泛了。对啊，因为其实就是我是个选择困难症。还是画的，不是这。黑色也可以。谢谢，谢谢枫叶，谢谢奶绿的枫叶。送十倍大奖，妈妈很强，很强，超强，强。安安，大家，春联握手会，春联握手会。还有什么要讲来着？等你播完就知道。今天讲妈妈腔好吗？我相信可以的，
我相信可以的，他已经习惯了。谢谢新之冠，好啊，又卖我，他不在意，他不在意，我已经卖很多次了。谢谢追踪，谢谢千千米粉的新之冠。Ken 是一川妈妈，她还蛮 Ken 的，她还蛮 Ken 的，不知道应该是遗传的吧，遗传的。谢谢博汉的心之冠，嘟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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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默认是什么概念？我不打算反驳。谁比较强？当然是他比较强啊！今天改爆料妈妈吗？有什么好爆料的？有什么好爆料？他前几天在那个研究浪赖，他昨。前几天在研究浪赖，他一直在跟我就是一直在跟我讲，他一直在跟我讲左上角那个数字到底是什么，我就跟他讲那个不是人数，那个不是人数，然后他说啊不那个是什么嘛，我说哎呦那个就你就不要管他，那个又不是什么什么东西，你一定要那么在意那个吗？然后他就每次看直播就说哎、欸、你看他刚刚上去然后现在下降，我说啊反正那个就不是人数啊，我就说那个是人气值，他就说人气值什么人气值，然后他后来得出一个结论，就是说他后来得出一个结论是不送礼物他就会下降，这样不送礼物就会下降，好像也是这样啦，就是他很认真在研究说送礼物会往上然后不送礼物会往下，所以我说那个不用太在意，它就只是个数字，它只是个数字。谢谢沙尼的心之冠，谢谢林果的看好你哦，掌声鼓励，谢谢金佑的麦克风来让你们工作，比较高等级的人来看直播，我觉得跟他那个就是讲这些很辛苦，他无法立马理解。平常在丢礼物的是林一吗？不是林一，是我丢的没错，因为他有他的账号啊，他都会跟我讲说，哎、欸，为什么你抢得到红包，我抢不到红包？他说，哎、欸，我手就放在这边，为什么我就是抢不到红包？我就说，那个其实。你按太快好像也不会抢到红包，然后我昨天也是在看直播，然后我在打字，然后突然有红包出现，我想说应该抢不到，我就按，然后我就抢到了，然后我就说我在打字也可以抢到红包，他就说哈打字可以抢到红包，他就说想说大家留言的时候明明都在打字，为什么抢得到红包，他一直跟我讲说他抢不到红包，对，我抢到超多次红包的，不知道为什么，手机的问题，手机的问题吧，我抢到超多次红包，我大概抢了两次爱死的红包，两次那个别人的红包，我大概抢了有五六次红包，
光红包很好抽，我倒是阳光抽不太到。你一组欧哥那个，你要来抢抢看吗？我说我直播的话抢不到哎、欸，但花红包才难抢。对啊，我昨天叫主台超多红包，可是我一直在发呆，所以我没有抢，我没有抢到。抢了不少，教主那台超多红包的，可是我都在发呆。阳光很好抢，浪花很难。为什么我阳光抢不到，然后浪花都抢得到？现在丢给我试试看，丢给大家试试看啊！我现在抢不到，因为他。直播的话，它不会直接显示在正中央，它好像会在右边。假抱怨陈学院，你妈现在有在看你直播？她应该有在看吧？在打字的时候跳出红包。你看呆，我没有看她看呆，我说我在我旁边放听她在讲什么，然后我在看别的东西。你今晚有抖内给林一过吗？他说有，他说有，他说他存了六十几，然后就都丢在这边，然后就没了。今天其他台林一有去看的时候，丢一包给你抢抢看。好啊，好，我应该。有时间就会看直播。干嘛送你？直接把钱拉进来。你直播中自己不能抢哦，他好像可以抢，可是他在我的左手边吧，他就是出现在上面，可是我抢不到。大家抢到记得要丢出来。我很公平，我在哪台抢到丢哪台。我上次在诗雅台抢到那个爱死的红包，我好像有四十浪花，然后就把四十全部丢在诗雅台。谢谢鞭炮，谢谢枫叶。要拿去进贡给教主，一定是带来好运的台，竟然抢到了。刚讲所以抢得到吗？是这样吗？玫瑰，你抢到四十也是很厉害。最多的话是抢到40，然后再来就19、20、11、14之类的。放假多久啊？放到11号，不是课长令，我都是用抽的，用抢的，在队长台都丢给我。免费仔，对啊，我是奴隶派，我都去，我花时间去收集人家的红包，去收集人家的红包，不用课的免费仔，没有啊，我只能送那种2块的浪花，没办法送到那种100块以上的，因为收不到那么多。咦，不是客栈，我一直都不是客栈，我从来没有客过，从来没有客过。谢谢阳光。一开始都以为我是客栈，我不是啊，玩游戏也不是客栈，
我就是那种花时间然后存起来，存起来这样可以慢慢存，然后送一台巴士。应该我应该撑不了一台巴士。谢谢神推诗言的贵族玫瑰，谢谢阳光。有什么东西可以按啊？好像有很多很多不一样的东西。有什么东西可以按？噔噔噔，红包，哈，都狂刷，感谢你英可的，有直播可以看。我应该我写蛮多时间的，什么东西可以按？找看看有什么新鲜的。我很怕我按一按，然后它就关掉。差不多1000块而已嘛。西西听说昨天丢了很多巴士在临街台。平常妆是自己画，对，都自己画的。出去抢红包，一个没抢的。嘻嘻大虎，对啊，听说昨天丢了还蛮多台的，还蛮多台的巴士，因为我有就是四处去打听的，觉得修眉很麻烦，我也没有修眉，看不出林依有化妆，我有化妆。妆法要多少时间？大概妆的话应该20分钟以内，然后再加个发大概半个小时，半个小时可以完成。四处去监控，对啊，像威利松，威利松知道，监控通缉犯，我没有监控通缉犯啊，大家不是通缉犯。淡妆吗？嗯，我觉得还蛮浓，可能是打光，打光所以就是都不见了，打光都不见了。推荐的化妆品，我也随便用。送了好多枫叶，谢谢亚马哥。监控服务器的嫌疑犯，被灵异监控的恐怖。哪里可怕？哪里可怕？不用化妆也很漂亮。不行，我不化妆的话就是，就是黑眼圈会重到一个不行。一直监控你就问好了，因为没有人可以让我监控。水军门鞋，嗯，不知道，不清楚。谁叫你都熬夜？不是熬夜，这个叫做过敏的时候，这里就是血液循环不好。对啊，我说我要爆料，传说中的爆料，那就趁现在好像没有很多人的时候爆料。昨天在雨林台说好要讲梦纯的料，昨天在雨林台说好要讲梦纯的料。学四次元整点睡觉，我没办法。一讲到梦辰，渐渐就出现了。我想说，渐渐不在，我在讲。粗包王的料，不是粗包的料，是梦辰的料。人数瞬间暴增。
每个台，因为默默就是他就是一个很好爆料的一个人呢、啊。渐渐对梦辰两个字很有反应，谢谢 Will 的麦克风。还好啦，是个很短的料，其实应该还好。就是呢，有一次我们就是大家因为隔天要很早有工作，所以凌晨要集合，凌晨要集合，所以有一些人没办法太早到公司，就是太早没办法到公司，所以就直接晚上住在公司。然后那天是我是住在公司，然后梦辰也是住在公司，但是就是要睡觉的时候，大概已经凌晨两点多了，凌晨一两点多的时候，就是要睡觉了嘛，但是工作人员就来看一下就是要睡觉了没这样，然后看到梦辰，他就看到梦辰坐在那个我们要睡觉的地方，然后他就开始滑手机，他在玩手游，然后他就跟他朋友在玩手游，然后他就很爱讲一些奇怪的话，然后工作人员叫他去外面玩，然后他就去外面玩，然后被工作人员关心说你不早点睡吗？这样会水肿之类的。然后梦辰就回他说我有那个时间，现在睡的话才会水肿，我晚一点那个时间睡就不会水肿了。他是这么讲的，但是隔天他还是会水肿。隔天他还是会水肿。对啊，隔天他还是会水肿啊，他还是会水肿。他没有一天早上不水肿的。公司有地方可以睡吗？是我们舞蹈教室，打地铺。就是那一天才知道 Mina 是认真整点睡。不会有外套啊，你再晚点睡就会更肿。不会啊，我不会，我没有梦辰肿。肿在哪里？肿在这里，他的眼睛会不见，大概是这个样子。就是他的眼睛会不见。谁睡姿最差？睡姿最差？谁呢？啊，我好像听过雨晴说 Mina 睡姿很可怕。啊，他是说 Mina 在阿里山的时候因为感冒，所以他一直讲梦话，然后一直踢雨晴。反正起来上厕所会配纸箱，没有，我背对镜子睡，背对镜子睡。有谁会打呼吗？我不知道，因为我其实我睡觉什么都听不到啊。偷爆料 Mina 很多 ，Mina 很多，七七又中枪，然后那个。对啊，小琴也说嘉义王睡觉会踢他，所以他有时候都不想要一起睡，但是又不太想跟他一起睡。嘉义王呼吸声很大。
呼吸声。头对头睡最安全。八卦台吗？就是想到才可以讲，没有想到就想不太。磨牙不知道，因为我听不到，所以我不知道。お腹が空いたら何か食べるかな。お菓子、お菓子。自己的脚对着别人的头，为什么会这样？不会。比你晚睡，当然有啊，当然有。台湾のお菓子、台湾のお菓子も美味しい。那么晚睡，隔天起床不会起不来吗？因为看时间，就是自己会调整。四点还晚，直接看日出了吧？四点是昨天才四点睡啊。海外团成员的爆料应该没有。因为接触的时间没有那么多，所以没有深入。迟到两次就毕业了，还谁还敢睡过头？去泰国有发生什么有趣的事吗？就是我们饭店，我不知道有没有讲过，就是饭店的去饭店。饭店外面有一间便利商店，然后梦纯就撞到路上的三角锥，他就撞到路上的三角锥，然后就全部人都在笑他，然后后面还有庆 SH 的人，就是眼睁睁的看到他撞到三角锥。对啊，梦纯很多料，真的很多，扫货故事。对啊，他买了大概五大袋，然后我就说你塞得进去吗？因为我也是买了大概四大袋，但是我有好好的塞进去我的行李箱。但是隔天看到梦纯的时候，他大概还有三袋在他的手上。而且梦纯没有换钱，他还跟工作人员借泰币，他跟工作人员借泰币，然后买了一堆那个伴手礼。不带够钱。他好像没有换钱，我印象中他没有换钱。对，阿贝桑也有被借，然后他说他会还，他回来台湾会还。有他还了，他有还。什么？应该没有什么了吧？带信用卡，不会喊他出去的。团七的话，梦纯跟小晴，梦纯应该比较多吧。梦纯是任何的人都可以欺负他，连 Mina 都可以讲他了。Hello，Hello。
买吃的，还是泰国的手礼品，都买吃的，因为便利商店。对啊，对，还有一个就是，在泰国的时候啊，那个伊兹丽娜桑有来看我们彩排，然后他就去找梦纯，然后梦纯还很，就是他还跑过来跟我讲说，那个，我就说伊兹丽娜桑，他就说对，伊兹丽娜桑。对，他刚刚把我认成雨林了，这样。对，就是这样一个这个话。教主是传奇，教主是不知道，就是大家对他还蛮冷淡的，大家其实不太会理会他，但是梦纯是大家会就是。一直损他这样，梦辰跑来跟我讲说，他刚刚把他认成雨林，霸凌我家教主。教主想说，因为他很就是很吵，大家很累的时候想休息，他就在旁边很吵，所以阿贝桑就会说。静かにして静かにして省起来省一波。你们不理他。他真的被提醒很多次，就是叫他安静。想攻略你们，大家不想被他攻略。到底多吵呢？是很吵的那种。他有时候就是自己开始放歌，然后自己就唱起来了。都会自己放歌，然后就唱起来，比直播还吵吗？就跟直播差不多的吵。因为他有时候就是，笑得很开心的时候特别吵。说，就是看起来手机壳看起来很脏，它上面会粘一些胶带，奇怪的胶带，奇怪的就是什么东西的残骸，然后把它放在手机壳里面，还会就是那个奇怪的胶带就是。之前呢，有的时候就是会粘一些胶带之类的在身上，然后阿贝桑就把他的胶带撕下来，然后给小琴说，叫他帮他拿去丢掉。阿贝桑叫小琴帮他把那个胶带拿去丢掉，然后小琴就说：“是阿贝桑送我的胶带耶，阿贝桑送我的。”阿贝桑给我的垃圾，然后他就把它贴在他的手机壳上面做纪念，这样。他说是阿贝桑给我的垃圾耶，然后他就把它贴在那个手机壳上，阿贝桑就说やめて，然后从此以后阿贝桑给他垃圾，他就会把它收在他的手机壳里面，他就把它放在手机壳里面这样。然后大家就把胶带给他，然后所以他现在手机壳上面就是各种胶带跟垃圾。
对，他就不丢啊，就是阿贝桑叫他把他拿去丢掉，可是他就把它放在他的手机壳这样。怎么知道那个是谁给？他好像他不知道欸，他可能自己有归类吧。记得是黑色的胶带。还有笔记就是阿北上，跟梦辰周边垃圾一样。以后垃圾不要给小新，他只是说让他帮他拿去丢一下，然后他没有想到他会把它收起来。选胶带，因为那时候就是刚好要粘 logo 之类的，然后就结束后撕掉之后，他就给教主。今天其他成员做什么？也是直播吧，有的人也会直播。午安，午安。正常人不会收起来，正常人会拿去丢掉。谢谢星之冠。真的不给教主一个机会，应该看情况。真的有纪念的东西吧。可能不知道欸。对，他现在好像也粘在他的手机壳上面。还在他的手机壳上面，还蛮久的，其实还蛮久的，因为那时候是拍樱花瓣的 MV， 所以是从拍樱花瓣的 MV 贴到现在。Hello Hello， 拍他手机壳上上 IG。你看他直播要不要来秀给你们看？秀给你们看。嗯，想看教主手机壳。对啊，你可以让他给你们看一下，看是不是真的有，真的还在上面。因为我不知道还在不在上面。他用自己手机直播怎么弄给我们看？他应该有办法。他如果真的想给你们看的话，他真的会拿下来给你们看。平常教主会打 call 吗？有时候我们在后台的时候会，在后台的时候。叫他们拿教主手机来。烟给成员包装的瓶装水吗？我没有买，因为很重，因为很重，而且它颜色，我怕我喝不完，喝不完。把任务交给云爵，他已经回香港了。他已经回香港了，可以给默默喝。被教主偷袭过吗？应该是没有吧，没有印象。喜怒哀乐，喜怒哀乐，喜跟乐到底差在哪？喜、怒、哀，乐着的。让教主知难而退。
其实林一还爱着教主的吗？没有吧，应该是没有。默默真的很吃零食吗？他还吃蛮多的，蛮多的。今天可以接好多，每天都接，然后每天都宣传。怒在一次来头，IG 的 follower 有变多吗？嗯，有增加四五百，五六百，五六百吗？梦辰增加超快，默默跟小迪谁比较会吃？嗯，默默吧，默默是什么都吃，小迪是，那个也吃，这个也吃。小迪是各就是各吃一点点这样，然后梦辰是吃很多。食货有差别吗？有啊，一个是什么都想要吃一点点，跟一个什么都要把它吃完的人。木人不是会吃别人的便当？对啊，我记得他握手会的时候吃了阿贝桑的便当。要吃完，对啊，他就是坚持要吃完，会把我吃掉吗？不会啦，不会不会。好，再自我介绍一次，然后就差不多。好，我自我介绍。大家好，我是 AKB48 TP 的研究生林昀昕，可以叫我林一。然后今年17岁，是台湾人，住在宜兰。然后可以追踪我的 IG， 现在的目标是突破10000人，10000人可以多帮我推广一下。然后明天的下午4点也会直播。祝大家今天年夜饭吃得开心。对，是名副其实的宅宅。谢谢尼哥的麦克风。嘿，日文字典。皆さんこんばん。こんにちは。まだ。こんにちは。私は AKB48TP の研究生林昀昕です。レイチで呼んでください。今年17歳です。台湾のキランに住んでいます。インスタフォローよろしくお願いします。明日も生配信するので、日本時間は1時間から始まるのでぜひ見てください。あと何ですか、明けましておめでとう。バイバイ。アラボ文不会没有人会阿拉伯文。面面跟教主哪个比较吵？都很吵啊，都很吵。英語でお願いします。やだです。やだ。やだ。みんな会啊？みんな不会啊？みんな不会。みんな不会。
我现在是商业妨害，他不会，他不会，真心不会，真心不会。都是 A 开头，对啊，不会，他真的不会。教主讲的他不会，是教主跟我讲他不会的。教主说他怎么讲都是讲同样的话，他每次讲都讲一样。hey, 最后要做什么呢？我再转一次好了。最后再转一次。我的目标是2:05。2:05结束。下组也是真的吗？挑战1分钟，拜托不要，我真的不会。唉，我有点后悔，我有点后悔，要怎么办呢？雅思要开台了。量三个，不够大概2句。挑战平衡，我没有要挑战平衡啊！我什么时候说我要挑战平衡呢？我只是说我练个那个成就感，懂吗？成就感，练个成就感，没有大家厉害，这个只是小角色，跟大家比起来。怎么突然生的？教主模仿你超像，真的吗？可是他有时候不像，因为有时候声音没有那么低。常常模仿你对你示爱的说，是吗？他对大家都可以示爱啊。他真的对谁都可以示爱，不是我在讲，是真的，是真的对谁都可以示。门写很久了，真的吗？好像之前修日门也有人跟我这样讲。一面出来了，对大家也是。看炸耳朵直播了，林一吃醋，我没有吃醋啊，我什么时候吃醋过了？没有这种事。看直播边缘还可以转上手，没有我等下就吐槽，我等下就吐槽，对，我等下就等下转错，结果没办法在那个2:05结束，这样一定很好笑。我没有，可以在2:30，没有那么久，一定可以吧？应该可以吧？
难。等下转错就好笑了，大家不要，大家不要害我，大家不要害我。啊，好像错了，等等等等，嗯。等一下，我好像弄错了，等我一下，怎么办？我好像转错了，我好像转错了，等一下，你们很坏，等一下，我应该回不去了，怎么办？又，不行不行，我重来。我重来，等我一下。真的是，我很难。你们都一直害我转错，生气，超生气。两点半有希望了，没有希望不行，不能做这种事，我不能。转不出来了，转不出来，怎么办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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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啊啊！等我一下啊！绿色，等下我真的转不出来要怎么办？我等下转不出来要怎么办？怎么转？等一下，我刚刚好像又转错了。等一下，哎呀，我可以放弃吗？可以放弃啊！我刚刚转到哪里了？怎么办？怎么办？怎么办？来不及了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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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啊！我没希望了！我没希望了！怎么办？2:04，10分，好吗？10分可以吗？10分就好。等一下，好烦哦，好烦哦！我觉得不太 OK。等，冷静，等啊！啊，等我一下，想一下。啊，怎么办？我也觉得我等一下又会死在这里。好烦哦，怎么那么难？
觉得我不太行。大家可以转台，大家可以转台，我应该转不出来。大家可以考虑转台一下，我可能等一下就有办法，有办法回来了。我觉得你们先看一下别台再回来也来得及。为什么他一直不让我转出来？他为什么一直不让我转出来？等一下，他不让我转出来，我好难过，好难过。大家应该大家没耐心，大家没耐心。为什么我转不出来？为什么我转不出来？奇怪。我有点那个叫没耐心，我现在有点没耐心。怎么转不出来？不懂，我不懂，我不懂为什么转不出来，好难哦！平涵救我，平涵在哪里？我不行了。等一下，平涵，等等。我真的没有救了，真的没有救了，怎么办？谁可以救我？谁可以救我？我决定我今天就到这里就好了吧，我今天就到这里就好了吧，可以吗？我今天到这里，我可以到这里就好了吗？时间有点久，等我一下，我觉得不行，我觉得不行耶。可恶，转不出来，可恶，怎么那么难？不行啦，转不出来，没有希望，没有希望。怎么办啊？我没有救了。再见大家。
家再见，拜拜，拜拜。嗯嗯，超过一分钟，拜拜。谢谢购物车背包，拜拜。我下次不玩了吧，下次算了算了，拜拜，拜拜大家，明天见。明天见，拜拜。新年快乐！除夕大家吃的开心点，不要太在意这个了。嗯，对，明天见，拜拜。啊，不对，我没有念排名啊，奇怪，等我一下，等我一下啊，等我一下，我念一个排名就好。好好好，没事没事，我从第五名开始念，第五名开始念。谢谢北原神推，谢谢北原神推。第四名是流浪凛凛，谢谢谢谢你。第三名是金佑，谢谢金佑。第二名是 Wilson， 谢谢 Wilson。谢谢 Wilson， 不要再改名了。谢谢第一名下课，谢谢你的礼物，谢谢下课。哎，好，结束，好，结束哦，结束哦，结束哦，真的结束了，拜拜。教主就算了，拜拜。大家可以学一下，我今天凌晨再继续好了，拜拜。